大学是培育这个社会将来人才的地方了啊。那么我们在大学教育里面不能只是专门训练那些专业的人才，必须要跟社会接上地气的。接受这个这个国庆庆典的那个邀请哦，有机会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这个庆典上面呢，去替国家做点服务，我们是非常高兴的。他们从基本的高阶礼宾接待、商务礼仪、国际礼仪、餐桌礼仪以及口条训练，加上他们本来就有医疗相关的背景，他们本身对于事件的沉着以及就是冷静的应对，我们在辅以航空业的一个专业的危机处理的训练。那这个是我觉得他们跟其他学校不太一样的地方。专业与技术，但脱下了白袍，我们又摇身一变。成为一位专业的礼宾接待人员，为中国医药大学之礼宾人员，要求每位团员接受。其实我们在前几年有进入过中央主席台，只不过我们去年是服务在北二区的部分，今年又重新的站上主席台，也非常，我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其实我今年是第一次参与国庆，蛮紧张也蛮期待，因为我认为国庆大典是一个可以增进自己实力的机会，因为它在口条以及危机处理能力需要加强，另外在外语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的方面也需要再加强，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我非常的期待。当然我们在典礼的过程当中也会随时注意每位团员的状况，并且配合庆筹会给予我们的指示，全力的配合，也希望也能够借由这样的努力让国庆大典可以顺利进行。谢谢。